50年前，当泰国还是椰子丛林的时候，袁家佩女士的父亲到泰国创立 CM Fitting 管件公司，从小对于父亲的事业耳濡目染，在高二时到工厂实习，学习计算工厂效率，包括成本会计、统计学和生产流程等专业知识。这一番的磨练，奠定他后来创业成功的基础。在美国拥有连锁餐厅的佳佩，横着世界经贸发展，未来全球重心应在亚洲。他与先生决定回到泰国家族企业，并于1995年创立泛达 Panex 软件子公司，积极提升环保绿能标准及生产自动化，获得15个国家的安全认证以及 ISO 14000环境管理标准等认证，成功打入高质量市场。起初我父亲创立 CM Fitting 的时候，他从来没有期望过我们会接管他的事业，因为他一直告诉我们这个工作太辛苦了。转眼我们其实已经接手了20年多，这个第三代的工厂呢，也将会在2018年底完成。这家工厂占地8万平方公尺，会以最进步的生产流动线和最新的自动化的设备，当然是希望追求最高的生产效率。回想起来，我觉得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传承父亲的经营理念，让家族的事业可以永续的发展。在经营上的成就不容置疑，同时兼顾自己的兴趣，自小就希望成为老师的他，在泰国和中国分别创立 Nancy Language School 和英才中学，特别是英才中学的学子都是无法在北京落户的龙工子弟，学校环境恶劣，师资贫乏，佳佩和友人注入资金，让3600位孩童在更好的环境下接受良好教育。生活中，佳佩谦卑待人，受母亲影响，热心公益。在担任世华泰国分会会长期间，领导组织培养人才，率领姐妹募款传爱给非洲孩童，在泰国侨团中成为佳话。他强调，企业经营有成是全体大众的成全，应以感谢的心回馈社会，秉持取之于社会、用之于社会的理念，创造安和乐利的共享社会。